九月初三开的，有人工拉了一点，七八个人只拉两三个人都给蹬走走。我人工拉了，这锁子真短了，黑人很，想办法用，把这个小钢绳啊、机器啊，先慢慢收掉来，安起来之后，用柴油机拉。电杆往了以后才用电的嘛，还不是给没亮的。 一趟如果是回转的时候呢，就是，十一来分钟。这个是我们的生活，这个盐巴啦、子、菜、蔬、羊、包谷、米，啥子要吃的不？那你牛马羊牲口都要吃的。你为我猪儿的，还给他养了牛和虎，不是人家不要你的。而以前，干厂的人走。 天不很不亮，干了三四点钟就走起了，走到下午6-7点钟才走到屋。我们15村庙九个村民小组的人了嘛，基本上去县城或者说是去四川去，都是通过这个留守这个，与四川那个来娶了这个云南的这个女儿啊，这些了嘛，亲家关系起样子，都是通过这个途径。那啥子吃好就不正常就无语了嘛。 预计在2018年的6月份可以达到通车能力。简介：云南岸这边，这边那个莺歌村这一带的大概有1万多老百姓的个这个出行问题。虽然说这个桥修通了以后，那有我们这个以亚洲地高游这个为一个旅游景点，先上了这个峡谷风光以后，哎，可以来体验我们的亚洲地高游。